各位大家好，今天来介绍一下那个模组或者是工作台的下载，以及那个放置路径的说明。那今天会先简单介绍一项的模组安装，那后面的话大家就以此类推。首先我们可以到 FreeCAD 的官网，CAD。那搜寻引擎进入 FreeCAD，然后点选官方网站网址进入，然后点选 download。之前是因为我们要下载组程式，那现在我们要下载那一个模组或是剧集的部分，我可以直接点或者是条霸，原本在最上面，条霸可以拉到最下面，第八项。那有几个模组，那基本上英文看不懂，那我们就把它翻译成中文，这样就看得懂了。就是我们先安装一个紧固件，然后就点选这个工作台。下，这边会有介绍说你怎么去使用它。往上，那我们就直接点选这个0.2.15。好，这个下载完成。那我们就在 download 的这边会看到我们下载好的。那直接复制到我们安装 FreeCAD 的路径下面的那个第一个 mod。然后贴上，好，贴上，那再来开启 FreeCAD 的，我们就看到这个工作台有了。我知道说它那个模组已经载入 OK 可以使用，好，今天就介绍到这边，谢谢各位。